英法律事务所的秘。众所周知，这个房子是进不去的，它是一个关于法律的事务所，就是关于犯罪之类的，就像法庭。咱们看看这个事务所的前面是关于税金的房子，偷税漏税也是犯罪。提到犯罪就想到前任校长，先让我思考一下，下面开始胡编乱走。前任校长可能是偷税漏税而被拘留，不对，是不可能，杀人犯是前任校长干的，偷税漏税应该是前任校长的哥哥或弟弟。